chasing back. Went through all the sweetness and sorrow, chasing a dream till it starts. All the subtle things you can't erase, memories they lead my life going on. You make my heart beat, it travels from silent darkness to starry night. We hold our hands back to the home bay. I feel love, I just wanna keep a promise. I feel us, we're slowly falling into my arms. You're the one in my life. Baby, you make my world so perfect. Stars miles away, shining in the sky. We can find true love.一大早的，没看我挂了，请勿打扰吗？走。你来干什么呀？你不是说你想我了吗？我就来找你了。我想你，我什么时候说我想你了？我可没说。来，你一整天都没有联系我了，你谁啊你？你怎么偷录我呢你？你变态，给我！我觉得可爱才录的呀。给我！不给，我要永远留作纪念。你给我！不给！给我！谁让你？我想你了。确定全全放你那儿没问题吗？你一会儿不是也要应酬吗？要不我放藏木那儿吧。我儿子还是我自己带比较好，是不是？而且我跟组委会打过招呼，今天的峰会我就是观众，那些有的没的应酬不去也没关系。好，那有什么问题你随时给我发消息吧。你放心准备演讲，这些交给我了。妈咪加油！真乖。你好，请问是白安科技的米慧女士吗？你好，你好，这边请。我去了。走。嘿，你看看，为什么第一个是他？组委会的负责人是谁？应该是唐建功，唐会长。把他给我请过来。敏慧，敏慧。哦，唐会长。是这样啊，因为时间安排的问题。现在流程有变，你的发言环节啊，我们不得不取消，希望你能理解。为什么呀？我不是第一个发言吗？
而且你们邀请我来的，怎么突然又取消呢？就是各方面的考量，时间啊，以及后续的一些问题。会长，这样，我全部的发言不会超过12分钟，希望您能再考虑考虑。而且这个项目也很重要，真的很需要这次机会。那这样吧，你的报告留在最后，如果时间来得及你就上，时间来不及就只能取消了。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其实我没生气，我就是觉得不好意思。我不懂你的工作，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也就算了，还害你差点丢失文件。那你也不能躲起来呀。我不是躲起来，我就是想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和你的差异，我该怎么弥补。还弥补差异呀？给你磕一次算了。我们俩有差异才会火花四射呀，对吧？而且。就喜欢有差异的你，真的。嗯。几点了？哦，完了完了完了！敏慧的发言要结束了。哎，都怪你有美色诱惑我。谁让你经不住诱惑？我们所研发的 AI 医生，无论是在导诊、研判病情，还是在给出治疗建议上，都要比目前市面上所存在的。你不是第一个吗？具有怎么最后一个人都快讲完了，还没到呢？更全面的优势。而且呢 ，AI 医生的技术发展竟然让组委会取消我的报告，将与医疗垂直应用领域迎来更深度的。不过我做了争取，比如说提高，他们说有时间的话，让我最后一个上。我看待会儿他们怎么安排。将通过开源医学数据库建立药物基因，我去问一下组委会。完善算法模型等等，有效的填补医疗领域的。我自己可以解决。打通，你就等着看吧。想更多的了解 AI 医生的朋友呢，可以来找我。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感谢冯世杰先生的分享，也感谢今天所有的演讲者带来的精彩报告。本场论坛到此圆满结束，稍后我们将会有酒会，供大家更深入的沟通和了解。谢谢各位。各位专家，还有各位学者，还有一些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我是滨城百安科技的研发总监，我叫敏慧。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 AI 心脏建模技术最新的创想跟成果。敏总监，我们的峰会已经结束了。唐会长，我的发言本来应该是今天的第一个，您无缘无故给我调到了最后，您现在又要取消我的发言，我想请问一下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暗箱操作，有人故意阻止我上台演讲？当然不是，不是就好。各位，我的发言只需要10分钟，不会耽误你们太长的时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下来听一听。听说这个明总监研究 AI 技术很久了，我们也去听一下。外国人都搞不定的高新技术，咱俩还是听一下。谢谢各位。非常感谢各位留下来听我的分享。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天才，但是如果你用爬树的能力去衡量一条鱼的话，那么这条鱼它这一辈子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笨蛋。但是今天我想当这条鱼，还请各位给我一片水源，我将来向大家证明我其实不是一个笨蛋。
好，接下来我将开始我对心脏 AI 建模技术的分享。首先呢，我们一共分为三个板块。第一板块为生成基础建模，为心脏病患者进行基础的 AI 建模。不仅如此 ，AI 心脏建模应用到可算找到你们了。体检等医学场景中，也可以在病人未确诊时，提前识别出他患结构性心脏病的风险高低，标记出高危结构性心脏病潜在患者。好了，以上就是我关于 AI 心脏建模技术的全部分享。非常感谢今天各位抽出宝贵的时间，感谢聆听。爸爸这个样子，这叫做什么？要四个字的。这题我会。哦，什么？深情款款。That's right。啊，小孩子怎么懂这些？我懂得多着呢。我们全卷可是什么都懂的，你好好学着吧啊。哟哟哟，照你这么说，你是承认你喜欢敏慧了？敏慧这会儿应该还有的忙，你先带圈圈回屋吧。那你呢？我还有点事情处理一下，和姑姑回房间。哦耶！太好了。唐会长，这次真的是辛苦了。啊，客气了，应该的。希望以后找机会合作啊。好。金总，路这么宽，我们却总能遇上。程总说笑了，我是特意过来提醒一下程总，不论是出于职业道德，还是男人的修养，我都建议程总不要在背后耍手段，不然事情败露了，显得程总上不了台面。金总，那我也提醒你一句，作为男人啊，敏慧那个女人她确实很有能力，很漂亮，很吸引人。她就像是横斑锦蛇，那种漂亮的小蛇，但是充满剧毒。不劳程总费心，我命硬。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你就不知道，我被他们拉着整整聊了三个小时，我嗓子都快冒烟了，我早都饿了。我要是不把你救出来，你是不是还出不来呢？不过，有那么多人关注 AI 心脏建模技术，其实还挺开心的。你都不知道，刚刚有一位医大的学生刚毕业，但他提了特别多有用的建设性建议。大总监，你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呢是补充能量，然后顺便想一下晚上的晚宴穿什么。嗯，晚宴？嗯，你不会什么都没准备吧？我怎么没准备啊？我今天穿的就是我新买的。我就知道，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时间来得及，一会儿陪你买一件。我不去。不行，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一共也穿不了几次，我才不去。你确定啊？我确定。那我今天晚上可要独美了啊！有些人晚上可不叫嫉妒。你要用独美吧，就你最美。行了，赶紧吃。我回来了，我等一下去接全全。哎，又给全全买什么呀？给我的。
谢谢你的礼物。你怎么知道是我？这么差的品味，也只能是你。夸我一句就这么难吗？什么衣服衬什么人？我觉得这件衣服最衬你。也不知道是在夸我还是在挖苦。全全呢？ Cindy 带全全去吃冰淇淋了，一会儿送她回你房间，你好好休息一下吧。晚上见。晚上见。谁呀？这么漂亮，心情眼光不错啊！这件衣服这么合适，说实话，他是不是要你三围啊？你干嘛呀？草木，小孩还在这儿呢。你也挺不错的。那是。哎呦，秦总，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Hello。这几天不见，身边怎么多了个大美女啊？变心了？那是我辛迪姑姑，我爸爸的姐姐。哎，全全，你记不记得你跟你爸爸玩了一个保密的小游戏，在外人面前要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还玩碟中谍啊？这么开心？眼光不错啊，你怎么给我买礼物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有 taste？ 那你就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全全，哥，看来人家不想玩。全全，礼物带上啦，喜不喜欢？喜欢。Hello， 明慧，介绍一下，这个是曹木，白安的副总，也是我的闺蜜。这位是辛迪，辛奇的姐姐，也是 R 级的董事长。Hello， nice meeting you。你好，圈圈啊，想不想吃冰激凌啊？嗯，想。那干妈带你去。嗯，走，你们先聊。嗯嗯。你今天真漂亮，谢谢。我真的很久没有见过辛奇眼中这么有光彩了。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当初起诉你这个事儿，其实辛奇完全不知道的，是我自己自作主张，我自己直接联系的律师。我觉得这件事 ，Come on， don't be nervous。念头我已经完全打消了，而且辛奇狠狠地骂了我一顿。但是呢，就是这件事情，我还是必须跟你说声 sorry。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接受您的道歉。失陪一下，林总监。好，失陪一下，高主席。林总监你好，又见面了。我下午听了你的报告，很精彩，未来可期啊。林总监年轻有为，您今天的技术分享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是啊，等心脏 AI 建模技术真的成功落地，那我们在国际会议上也能扬眉吐气啊。这帮男人
哪里啊？看见漂亮女人就什么都不我们可不是跟你说客套。同样都是女人，关注这个课题啊，为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吸引高主席的注意？绝对是让我眼前一亮。主要是这项技术真的能够帮助很多心脏病的患者，不过还需要各位同行互相帮助。我有事。大家看，有魄力，有实力，关键是还很谦虚。林总监，以后如果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说，我一定尽力。是，谢谢高主席，也感谢各位。来来来，来。你就是明总监的儿子吧？都长这么大了，真可爱，是不是不记得林阿姨了？我不认识你。我是你妈咪的同事呀。回来。你妈咪没说这样很不礼貌吗？你太疼我了，妈咪，妈咪，视频一下，不好意思，萱萱，妈咪，林旭月，你干嘛？妈咪，这个怪阿姨她弄疼我了。弄你哪儿了？这是你的孩子啊，都这么大了，真没看出来。高主席啊，这你就不了解了吧？我们民总监可是事业家庭两不误，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事业也是风生水起。我们整个滨城科技圈像他这样的可找不出第二个。不是林总监说的啊？那女的谁呀？的确，单亲妈妈很吵的人，很辛苦，很不容易啊，值得尊敬啊。那当然，别的单亲妈妈就算离了婚，孩子的爸爸也能帮帮忙。我们民总监就惨了，孩子都这么大了，都不知道爸爸是谁呢。我这真是重放大幸，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估计也不知道自己爸爸是谁。林希月，你有毛病吧？需不需要我帮你醒醒酒啊？嗯，我说错了吗？我刚才哪句不是实话呀？糟了，明总监不会告我诽谤吧？也不知道明总监会不会解释。可能啊，此举就不知道孩子爸爸是谁。就是之前约了吃饭送的。林总监，您就说说吧。不好意思啊，各位，关于明总监的私人话题呢。谁说敏慧的孩子没有父亲的？来，儿子。这什么情况？心怎么了？不是，他的父亲就是我。心情。早就和你说了，这种事情不需要再替我隐瞒。你和儿子是我最重要的人，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林总监似乎对别人的私事特别感兴趣啊。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就是我不投资你们观潮的原因之一，不喜欢与小人为伍。打扰诸位的雅兴了。不过时间到了，我要和敏慧带儿子回去睡觉了。诸位请便。很酷是不是？我弟弟，很美是不是啊？我闺蜜，来，爸爸，你快放我下来，我要自己走。好，来。Cause I always love
种英雄救美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我呀？这么羡慕？只要你给我机会，我也能满足你英雄救美的心愿。真的吗？嗯。但是英雄救美的前提是你要遇到危险，那我宁愿你永远没有这个机会。嗯，其实这几年你和他太辛苦了，一个人还要带孩子，还要拼事业。我能看到他有今天，我真的打心底里开心，替他开心。你知道吗？我觉得新奇和敏慧就是命中注定的，要不然他们俩怎么会在滨城再次相遇呢？还破镜重圆了呢。敏慧姐身上有这么多故事啊。新奇和敏慧啊，他们五年前就认识了，好像是在一个叫做石安镇的地方。原来王子被女巫施了魔法，只有真爱的泪水才能让他变回原形。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怎么了？一个人喝这么多？如果是因为晚上的事情，别放心上。全全因为你的陪伴，成长得非常健康。我才不在乎他们说什么呢。我有事情想问你。什么事？很重要的事。问吧。行了。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倩姐，我觉得你有病，你就是你有分裂症，你一会儿要全员的抚养权，一会儿又不要了，你一会儿跟我说什么让我离你远一点，然后一会儿你又说我是你最重要的人，你好奇怪啊，男人现在还得真的，我真的烦死了，怎么会有？看住我，我现在给你答案。我其实我故事就是这样的，五年了，你说是什么样的缘分能让两个决裂的人再一次相遇，再一次相爱？我有时候在想，你说是不是老天爷安排的呀？或许是冥冥之中那个叫做苏甜的女孩庇佑了他们，你说是不是啊？我累了，我们回去吧。啊，怎么了？你倒是心大，问完倒头就睡。算了，
明天等你睡醒，我给你个答案。喜欢我呀？看着我，我现在给你答案。我的天哪！我这个球真不是个好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好了。不行，我好不容易都问出来了，那我一定要问清楚。新奇，新奇，你太过分了！说什么一辈子都再也不想见到我？你知不知道那天我有多伤心？对不起，敏慧，我知道你不告诉我真相是怕我受不了。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比我还难受，我不该对你说那么刻薄的话，更不该跟你分手，是我小气，是我糊涂。你既然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回来了还要欺负我？其实这五年，我一直努力的想要忘了你，可是我做不到。谢谢你一个人把全全生下来，并且把他照顾得这么好。你经历过的磨难，一定让我无法想象。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那样对你。我愿意用我一辈子的时间来偿还你，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因为我的固执，让我们浪费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我现在突然相信，命运的每一个安排都是有意义的。我们错过的这五年，也许就是对我们的考验，为了让我们能够看清彼此的心。五年前你走的时候摔坏了，我找人把它修好了。向日葵的花语是期待重逢的爱，只要两颗心不曾离开，总有一天会相遇。昨天你问我是不是喜欢你，我觉得这个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了，但是今天我还是想郑重地告诉你，敏慧，我，你谁啊？陈家俊，草木男朋友。
你怎么会？你要干嘛？我问你，五年前苏田真的只是死于大巴车意外吗？是不是你在最后一刻为了皇命，抢在他面前下了车，也抢走了他升华的机会？死的本应该就是你，对不对？是你害死了苏田，是你害死了王姐，我的亲姐姐。亲姐姐。心情，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坦白。什么事？其实，你先进。喂，什么事？你让我帮米女士办护照，我们对比了资料，她跟您交代的苏田女士，资料根本对不上。说具体点。出什么事了吗？你到底是谁？心情。你说过你不是苏田。我还真没想到，敏慧，我早就该意识到，你比苏田聪明的太多，比他自信的太多，我还真的以为他遇到好的收养人家。对不起，心琪，对不起。你现在能告诉我，苏田在哪儿？他为什么没来见我？苏田的本来是要去赴你的约的，但是中途大巴出了意外，苏田去世了。不可能，我不信。你骗我的是不是？你处心积虑的装作苏田来骗我，为什么？说话！心琪，你身体不好，你把药吃了，快快！心琪，心琪，是苏田他在临终前的嘱托我，他让我代替了过来赴你的约，让我把东西给你，我真的没有想骗你，心琪。当时我看你身体真的不好，我很怕你知道真相之后你会撑不过去，所以我就想，只要我能够坚持到你去美国做手术，我只要坚持住就可以了。但是我爱上你了，我真的爱上你了，心琪。我不想事情变成这样的，我去给你拿药好不好，心琪？给我，你滚。滚！我不想再见到他。我走，我现在就走。这个给你，心姐，对不起。
绳索，吸住了你和我，像旧梦又触摸，被眼泪冲到覆辙。当无悔的滂沱，大雨般倾盆降落，那一刻心都